你可以吃一个吗？Hey guys, it's Jane. 终于又到周六了，而且今天是五一劳动节，所以我们准备去劳动一下，采一下樱桃。其实说樱桃是什么湾区三大俗之一，但是我其实来这边四五年了，还没有采过樱桃，所以今天去体验一下。现在到了3:45。有点晒，但是其实还挺凉快的。对，还不错。第一天确实超多樱桃，人也分散开来，也不算很多。我们就选一条没有什么人的路就进去吧。就这一条如何？其实还挺晒的，大家基本上都戴一个帽子。看到一个特别亲的，看这个，哇，像那个奶葡萄似的，是不是？这个还不错。这个还 OK 不？嗯，这一条樱桃街好像不是很红，我们跨条街看一看。哦，这明显红了很多。嗯，这谁是架在上面的？这弄完还放回柜台的。我的架子还是打下来啊。你有阳光啊，这个是。阳光真充足，因为没有人遮挡。这条街貌似也是，又低又大。哇，这个好大呀！这个它跟别的比，这个和现在这个大的。这有个刀疤呢，它三个叉还是几个叉？没长熟就让它再长长。人家是自己带着梯子来的吗？哦，是这儿的梯子。啊，这里有呢。哦，好的好的，行，等您用完我也玩一会儿。好嘞。我们这发现一个在这儿的梯子，可以利用它爬到上面粘那些我们刚看了好久很红的那种大大的，这个太沉了，都放在那里。拿着小袋子，这个还挺稳的。它这个那边有一个杆，这边又拍不上。我们自己来录一个。这是二楼的风景，二楼雅座。哇，这个又红了很多。这查理特别送了棵树过来的。哇，厉害啊！我找一下红的，哦，这个比较白，好棒，多到大到往下掉，手感摸起来很不错，很像超市里。给查理同学玩玩，我先下来了。给多钱钱？$14。哇，咁就劲啦！